人呐、啊、就这样，你得有门手艺。过去说荒旱年饿不死手艺人，我会炒菜，我会修鞋，甭管干嘛你得会一样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说给你搁了一个特别不愉快的年代，你设身在那会儿，你怎么能活下来？很多时候人们就忘记这点了，这个其实特别重要。人不能十全十美，我书房墙上挂着一块匾，俩字儿，满盈。说为什么叫满盈呢？这个东西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啊，凡事不能太满。月亮最忌讳的是特别的圆，特别圆之后马上就开始短了，啊，就是四圆不圆的时候是最好。为什么说节气里边小满是最好？什么叫小满？稻子呀、粮食啊已经灌浆了，但是没有饱满，这个时候是最好的。人生得知道什么叫知足。《后汉书》上有一个故事写得非常好，辽东地区有一个老乡养猪，这猪啊一直都是黑色的，突然间有一只猪发现了，这猪是白色的。高兴，哎呀，这我得进贡给皇上看看。抱着这白猪要进京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就发现了，不光是我们家这猪有白色，别处也有，有的脑子是白的，有的身上白花，甚至有的纯白的，没到京城就回来了，不新鲜。这叫什么呢？这叫见识。当你有了见识之后，就没有那么多让你值得开心的事情。见识越大，失望越大。真等你扎进去，你就发现以前的你多多少少的眼界浅了一些。